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5月25号、26号、27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双子座的朋友。如果有爱慕的对象呢，最近去告白的话，成功的几率非常的大。天蝎座的朋友，透过整理一些居家或是办公室的环境，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焕然一新。水瓶座的朋友，最近睡眠的时间非常足够，精神饱满，神采奕奕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天秤座的朋友，最近投资方面可能会有错误的判断，让自己陷入被套牢的情况。摩羯座的朋友，最近应酬活动实在是太多了，推又推不掉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绿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黑色。